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。今天是中国当地时间11月26日，有关广州海珠救护车冲卡事件，广州当局在此前的25日回应到，11月24日，一张广州交警部门指挥截图救护车的截图在网络上流传，有网民根据该截图编造传言称有人抢了救护车冲出封控区。24日晚，南方记者从广州市相关部门获悉，海珠区并未发生居民抢救护车冲卡的案件，交警部门指挥拦截的涉事车辆为套牌假冒救护车，目前交警部门已将该车抓获。据悉，在此前的网络资讯显示，一张截图的文字资讯显示，荔湾交警在相关涉情中通报提到，请在工作中注意发现该救护车，特别是海珠各卡连人带车截停，立即报送61台按的所有人，并且附上了相关图片。针对此事，有网友发表评论道，可能家里有人生病了，急需送往医院才这么做。不过当前广州实施了严格的封控措施，导致大量民众怨声载道，也有可能做出极端的事。至于到底是什么，从官方永远不可能知道真实，毕竟这是不好的事，关系到某些人的乌纱帽。据悉，有关广州疫情当地相关机构在今日的通报中提到，11月25日0时至24时，广州新增361例本土阳性个案，无症状阳性个案463例。